雕塑工艺听起来有点陌生，却常伴在我们生活周遭。拜访雕塑世家，认识台湾雕塑的拓荒者，寻找看得见、摸得着的立体台湾石。从皇帝时代就有的乐器，一颗精心制作的手工鼓，打上几十年依然震撼人心。来学习台湾制鼓达人尽善尽美的态度。技术两年、三年、五年、六年，终究会学会嘛。可是决定你一生的关键，我一直觉得是态度。如果要有一个发展的话，是最重要一点，就要坚持到底啦。台湾人咧讲一句话吼，真好用啦。伊讲，连戏白卡徛久，都是你的。台湾是瑰宝，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宝地。那些流传下来的祖先的智慧、传统技艺，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所知甚少。他们有的被默默守护下来，有的开创出一条崭新的路，而有的却日渐没落，成为即将消失的老行业。我是雨辰，我要循着长者的足迹，找寻先人的骄傲，体会传统文化，唤醒那些久远的记忆，让这些珍贵的宝藏得以传承。也无伴手顶的清风对面吹。你可能不认识这位先生是谁，但是你大概听过这首歌非常有台湾风味的《望春风》。他呢，就是这首脍炙人口歌曲的作词家李林修先生，而这也是台北市第一座文化名人的雕塑像哦。以词人生前在大稻埕码头看着过往行人创作的场景为蓝本。用亲切的坐姿呈现，一旁布置着桌椅，反映出李林秋先生的创作贴近市井生活的意象。都市中的写实塑像，像是一个领人进入名人时代的楔子，吸引着人们循着雕塑家的双手追寻故事。这个作品呢，出自台湾雕塑世家的第二代蒲浩明老师。你在台湾看到的许多雕塑作品，都是出自他们家之手哦。今天我们就要去探访第一代元老蒲天生老先生的故居，去追忆这位用双手记录台湾立体历史的大师风采。蒲天生雕塑艺术馆位在林森北路相对隐蔽的巷子中，一进门绿意盎然的素雅庭园，处处可见雕塑作品。为了纪念蒲老先生一生对艺术的奉献，保留了他生前在这里生活创作的样貌，希望让后辈能从这些生活点滴的细节畅游大师创作情境。其实呢，台湾以前是没有像这样子的西洋古典雕塑的，有的、是像原住民或是住宅寺庙中我们看到的雕刻。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蒲天生老师啊，他的祖父就是佛像雕刻师兼画家，爸爸从事裱画，而他的丈人是台湾知名的画家陈澄波。他的老师呢，就是有着东洋罗丹之称的曹昌文夫。今天呢，我们就要请他的儿子蒲浩志馆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艺术家传奇的一生。馆长，听说你的爸爸是台湾西洋古典雕塑的拓荒者，不过他其实当时在日本啊非常受老师青睐，他怎么会想说要回台湾发展呢？这个就是爸爸的一个台湾情，他其实可以留在日本，他发展的比较好，但是他对于台湾的感情，他要把日本所学的带回台湾，继续来扩张，继续来生根，这是他的心愿。你看这里有十几张的照片，好多我没看过的国父哦。对，这个是他们老师给他的，他说你要好好的收藏，这个以后对你一定很有帮忙。五年以后，爸爸接到这个委托案，就是要做国父铜像，这几张就对他很有帮忙。在动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学成决定返台，也不经意的担起了为台湾记录的使命。在毕生数百件的作品中，为数许多的是从台湾光复至近代的政商名流及精英贤达的人像。把这个蒋主席
当时穿的戎装像很漂亮的军装，还有很多勋章。嗯，那爸爸就把这个头像，就是没有戴帽子，表现这个头型哈，然后表现他个人气质。那会刊的单位就认为爸爸很不礼貌，穿这个戎装为什么可以没有戴帽子？对啊，那爸爸说我是艺术上面的表现，那军方就威胁爸爸要给你枪毙，帽子戴上去。爸爸说不要。真的、哦哎、所以艺术家就是要这样的坚持哈。啊，后来怎么办？爸爸还是赢了啦，因为整个来看起来这整体还是不戴帽子，真的很像。对对对，延续千年前古希腊传统古典雕塑的技法和精神，以人体为主要创作题材，从古典写实到社会写实，坚持创作超过一甲子。这份创作的力量除了延续至第三代，也让故居成为一般民众认识雕塑的开始。这个是林俊坚老师纪念像。哦，我知道，这个是很震惊台湾社会的一个事件，就是1992年的时候啊，有一间幼稚园他们出游，结果娃娃车发生火烧车事件。那其实林俊坚老师他本来可以逃出来的，因为他又来回回去救小朋友，救了好几位，最后因为爆炸，所以他来不及逃出来了。这是他的纪念像。对，这个手往上伸，这个往老天这个求救，然后也升天的感觉，抱小孩一起到天上，尤其爸爸又加了这个蝴蝶，那就代表一个重生的意义，浴火凤凰羽化成蝶。爸爸在创作这个四年的时候，第三年他得到胃癌，那医生要跟他进一步的一个处理，那爸爸就拒绝了。爸爸是担心一开刀他体力回不来，他怎么再完成这个雕像。那这个林俊坚老师这种牺牲精神是他所佩服的，他认为社会就缺少这个东西，所以他要好好表现。再继续得病以后两年完成了，交给美术馆，两个礼拜就过世了。这是爸爸最后的一个代表作，最后呕心沥血的一个代表作。胡老先生说，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雕塑，雕塑也给了我一生。第二代蒲浩明先生承传了雕塑艺术家的使命。那我们的三代共同点，就是因为把握到我们父亲交给我们的雕塑的本质，同时也是台湾雕塑史的一个缩影啊，它的流程变化，就是我们的家族这个一个象征的代表。啊，这个就是普天生哦，那些人哦，都是我的师兄啊。啊，那时候因为没有学雕塑的地方啊，啊，我父亲是最早教雕塑的，所以大家很认真。从台湾的各个角地，我父亲那时候对外教学13年了，台湾的雕塑从零开始，啊，我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蒲天生、蒲浩明、蒲怡君是传承三代的雕塑艺术家。蒲天生老师更是无私的教授学生雕塑技巧，让雕塑在台湾散发着赞扬生命耀眼的光芒。有没有拓荒者除了拓荒还要播种？听完雕塑家的故事还有作品说不完的故事以后，大家是不是也有兴趣？来，我们来体验一下雕塑吧。好这个简单的体验也很适合亲子互动，把一个有意思的瞬间化为永恒。完成的作品2天就印画固定了，作为雕塑体验的小纪念。老师，听说除了这个体验之外，这边也有教盲人接触艺术哦。哎，触摸艺术，我觉得这个艺术是要走入生活化。那我们这个雕塑可以借由触摸体验到不一样，他们感觉的话就好高兴，每次来这边一摸都啊，整个哇热闹起来。嗯，可以想象他们会很高兴，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品其实是不愿意让人家碰，可是铜像它是可以接触的，而且虽然他们少了视觉，但是它是用触觉更能感受到艺术家那个手感。对对对对，开放艺术品让访客触摸，冷硬的触感却蕴藏着热情丰沛的情感。西洋古典雕塑在台湾只有70几年的历史，却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也期待更多人来探索它细腻的美。接着是同样传承三代的传统工艺，它的声音像是胎儿在妈妈肚子中听见的沉稳安心。
这就是中国鼓，原始却震撼人心的声音。传说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就是用战鼓打败了蚩尤。鼓呢，在中国古代是作战时候的指挥或者是祭祀时候的器具，在现代则变成民间艺术的形式。今天我们就到这个有着90年历史的制鼓厂来认识台湾鼓的故事。这里是新北市的新庄，出产了台湾90%庙宇的鼓，是许多台湾知名的打击乐团的首选，也帮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甚至制鼓大国日本的使用者来量身定做符合当地气候的鼓。声音要做的比较柔一点，振作比较霸气，尤其是许四凡霸气，所以我们要比较高亢的声音。王师傅一颗鼓的完成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调音是最接近成品的关键步骤。一面鼓也许会花3到4天来调音，追求的不是价格，而是鼓的价值。慢工出细活，打造出最符合使用者和环境的鼓。这是传统工艺中匠师作品与使用者无法切割的紧密连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叫做压鼓，因为现在王师傅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了，等一下完成以后就可以钉钉子，但在这之前要做最后确认，要崩鼓。好，在这里吗？哎，对对对。好，好，上下上下。哎，这样不会很重。对啊，等一下会越来越重，所以我要一直压就对了。对对对，好，不按停就停哦。好，有开始有变比较紧了，我开始有点哦，好了，啊这边，哦，一锤定音，本来是在这里，好，看我千斤顶可以把它拉下去多少，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好，我要拉喽。好。好。好，不然你加嘛，再拉拉到这，这是拉皮，再试一次。哦，又吓一跳。是追求它2-3年以后的声音，现在声音好骗，可是你当了以后的声音的话，以后呈现那美的声音，那才比较酷。西方音乐将乐器分成弦乐、管乐或打击乐，但是东方是以乐器的不同材料分成8音，鼓声为隔音，顾名思义就是有皮革。说到鼓皮，这里是制作鼓皮的秘密基地，将整张的水牛皮铺在地面，接下来还要烫牛皮，花上不同大小的圆后再裁切，再来要削皮到一定的厚度，削薄后的鼓皮要穿洞晒干，大约1周后才能跟鼓声相结合。每个步骤让人深刻的体验到制鼓真的不容易，从第一阶段就这么有学问。手上功夫了得，脚上功夫也很重要。王师傅，这个是我们最后这个要定之前的工作嘛？这个是要做什么？这是整个鼓，我们分上来之后，就是爱让它皮慢慢的柔软，每一个地方都要擦到。用身体的重量去把它踩下去。对，身体的重量。哇，那我蛮有重量的，我可以踩看看吗？还好，你可以试试看。可以。不敢动了，不敢动。我在想
师有一点晃哎。好，我拿这个给你。真的吗？好。脚跟。脚跟，我觉得我要掉出去了啦！好可怕哦。这个让骨皮柔软、贴合骨身的步骤，必须用身体感受骨面每一寸的纤维差异。除了崩皮，骨身的制作也不简单。像是中国、日本或韩国的骨都是骨身胖胖的，上下窄窄的。对。那像骨桶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做啊？其实骨桶很简单。我们到锯木厂拿到原木，依照我们想要的尺寸把它切，把它剖成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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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完之后，我们还要放在以前啊，放在太阳底下晒，晒了差不多四五天。嗯。然后那个木材才稳定性才够。嗯。现在我们是到干燥室去做，做了之后，然后一两个月回来之后，我们要放个一年木头来做。挑选如楠木、樟木、红木等质地较坚硬的木材，等待一年以上完全干燥后才能制作。箍成桶状，再慢慢修整弧度，就算是看不见的内侧和边缘也磨得平整。这就是在不华丽的老工厂没人看见的角落，依然坚持的匠人精神。从日治时期开始的制骨厂啊，应该想说是爸爸无私的把技术交给儿子，可是其实没有，爸爸不希望你们学做骨啊，你为什么还要接下这个工作啊？其实因为一句话，有长辈说你不宰雕，在他的认定他不会，可是人嘛，我会学啊，对不对？我会学啊，只要你的毅力够，我想可以做出很多。没想到哎，因为王师傅是半路出家，原本是在读书的，结果呢，因为爸爸突然过世，接下了这个担子以后，其实你现在讲到台湾的骨啊，你一定会想到王锡坤师傅他们家，所以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这样子的坚持，其实还要蛮感谢当初亲戚的那句刺耳的话，让你坚持到今天。对，没错。态度是王师傅坚持的理念。他的徒弟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制骨的专注认真态度。最困难就是你每个细节你都要做，你都做到每个细节。如果有个细节没做好，那就是从世界第一变成普通的水准而已。就每个细节你都要去专注，这是最困难的。除了会做传统的中国鼓之外，还把中国鼓跟爵士鼓做结合，哎，他对鼓的创意绝对超过你的想象，我们去看看更多吧。在工厂旁成立的鼓文物馆，展示了王师傅收藏自各地的鼓。五音鼓，试一下。是，好。而且是很好听的声音哎，对对，要听人让人家舒服的声音。我常常说，一颗鼓和一颗好鼓不一样，一颗好鼓，它过隔了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它声音令人听了会觉得很温馨、很愉悦的，然后会感动的。然后我看啊，这上面也都很漂亮，都有装饰。其实你在鼓身上面也做了很多创意，对不对？没有错，我除了它的声音之外，做鼓的声音啊。还要把它装扮美美的，让人家看得爱不释手。比如说我从我去学了漆，天然漆，然后去做丝画，然后再来就是说用浮染的方式把色彩做在鼓的木头上。所以在这边我们不只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别的鼓，其实我看到有几个是看起来很有年代的鼓哎，阿公啊爷爷的鼓，那是我爸爸。真的哦，错了，他卖出去之后60年了，一家子十几年前我都请回来了。这一颗，这一颗吗？对对，70几岁了，看起来很有年代啊。对啊，70几岁了，不用打听，用听，好像在和我们对话。哦，听听看。好，听听看。他怎么会有声音？对，而且你讲话，他又跟你对话。它音波的音调的，好神奇哦！因为一般我们的鼓是要打才会有声音的，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心胸开放的鼓哦，就是所有声音它都可以产生共鸣，所以它是跟自然的声音去共振的，它在发出一个
很舒服，然后很微弱的回应的感觉。哦，你形容得很贴切。那他可以拍吗？可以。真的、哦。你的听是很沉稳很好听的声音耶，音波它绵绵不绝。七十几岁了，不简单，一个匠人，他态度除了他技巧之外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习的很多，所以看到古人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会觉得惭愧，知所不足，所以要更努力。哦，所以今天其实跟王师傅学到最重要的课，不是自古，是那个态度，哎，去看到自己不足的部分。对，就看前辈啊，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可能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富足，可是他们的心却是很坚强的，去完成好每一件自己该做的事，很重要。因为技巧，你学了一段时间，学久了你一定会的。你成为一位师傅之后，你可以做得好，做得不好。很重要的事情。谢谢王师傅，态度决定一切。不管我们是在各行各业，其实想要专精，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只要你有那个态度。除了在传统制鼓中不断突破，也在鼓的艺术性上创新，让鼓阳刚的形象中多了一丝柔媚的气息，刚柔并济。老制鼓厂走过九十个年头，传承了摸索中寻回的技术。更难得的是那份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初心。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西洋古典雕塑从日本传进了台湾，为台湾记录立体历史。在蒲天生大师的故居，感受他为艺术奉献生命的热情。响彻云霄的鼓声振奋人心，是人类久远历史流传下来的乐器。一张鼓皮，一个鼓声，数以千百次计的调音，是匠师对极致的追求。这就是用态度决定高度的工艺故事。台湾雕塑拓荒者蒲天生，台湾制鼓达人王习坤。